农历11月初8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龙。今天的科技资讯有：今天苹果和中国银联宣布合作，库克也发微博称 Apple Pay 最快明年初就可以登陆中国。只有 Apple Pay？ 当然不是，三星也同时宣布与中国银联达成 Samsung Pay 的合作。哎， Android Pay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吗？锤子发布会越来越近了， T2 的详细配置也被曝光，搭载 2.3GHz 六核处理器，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骁龙808，5英寸 1080p 显示屏， 3G 运存，前置500万后置2100万像素摄像头，价格应该不超过1999，不过具体什么情况还是等罗老师来为大家揭晓吧。 Moto X 级今天正式发布， 5.4 英寸 2K AMOLED 显示屏，骁龙810处理器，支持电信 4G 加网络，还加入了全球最快的25瓦涡轮快充，充电15分钟续航8小时，还支持 Moto Maker。 听到这儿估计大家是不是觉得哎呦不错哦，不过5288的售价真是吓死宝宝了。今天苹果公司正式宣布任命 Jeff Williams 为该公司的 COO， 该职位自库克升任 CEO 之后一直处于空缺状态，这样看来 Apple 的接力棒以后应该就是他来接了，小编不才，只想当个 CAO 就够了。明天又到周末了，而你的 iPhone 还在用山寨配件，所以快来尾随的淘宝店剁手吧。每天一分钟，我们下周见。